对，大野狼想要吃小红帽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小红帽要去阿妈的家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树。对，森林。对，这个也是。好，阿妈的家。嘿，阿妈想说，叩叩叩，谁在敲门啊？哦，大野狼来了。这个。哦，小红帽找了猎人阿贝来，把大野狼赶走。嘿，找到阿妈了。不客气。好，再看一次。